这次的2020年东京奥运呢，已经在上周日的8月8日结束了为期17天的精彩赛程。台湾选手们呢，也创下了历史新高，摘下了2金4银6铜，总计12面的奖牌，真的是要跟全世界的奥运选手们呢致上最高的敬意哦！大家真的表现的是太棒了。那不知道有没有很多观众呢，都跟我一样，在看比赛的当下呢，常常都忘记要呼吸，真的是太刺激、太紧张、太精彩了。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好奇，在这次东京奥运中呢，总计33个竞赛种类，339个竞赛运动中最难的运动是哪一项？是需要强大肌力与体能的举重，需要高度敏捷、动态视力的桌球、羽毛球，还是需要强大心理素质的拳击呢？当然啦，在奥运会场上呢，已经没有存在着什么简单的项目了，这已经是属于一群超人们集聚在一起的殿堂了。那这么多的项目当中，能存在着相对的难易之分吗？哪些运动项目呢，确实要比其他项目要来的困难呢？这个问题和答案一样是需要辩论的。我相信很多人都有不一样的见解，不过今天呢，就让我们来听看看几位专家的说法吧。美国商业娱乐新闻网站 Insider 邀请了多位运动医学专家，并请他们就自己的专业领域，透过各种综合评估，挑选出了3种最困难的奥运运动项目。这些指标必须考量体力，像是持久力、力量、爆发力、速度、敏捷、柔软度、韧性、耐受力、手眼协调等等，以及技术和心理素质层面，战术的运用、内心的勇敢、抗压性、心理建设等等。所以说呢，要能登上世界的顶尖舞台，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啊。那在公布今年奥运最困难的3个项目之前呢，大家要不要先来猜一下，猜看看你觉得心目中什么项目是最困难的？宇安要不要先来猜一下？这个我感觉体操可能是蛮困难的一个项目。竟然会想到体操？不过考虑到如果团队的战术也算的话，那我觉得排球感觉可能也蛮难的。你说排球的战术运用很高？对，而且他们的这个玩法感觉那规则很有意思。确实。我也是看了蛮多排球，排球少年、真的好看，好多战术啊。在2016年巴西奥运的时候呢，就有4组专家，包含了美国奥林匹克体育协会、运动科学研究学者、专业运动员以及资深记者，共同为60项运动项目进行评比。体操呢，它在2016年呢被评比为最困难的奥运项目第8名，主要是因为它的身体灵活性呢，几乎是接近满分啊，但它的其他综合评比啊，像是勇气啊、力量、耐性等等的，都还蛮高分的。但像是你刚刚讲到排球，排球在2016年呢被评比为第20名困难的项目，这么后面呢、啊？它的敏捷跟手眼协调非常的高分，但是它里面有一个勇气跟胆量，却被评比为比较低的分数，所以它被排在第20名。另外，像是大家所熟悉的羽球被排在了第30名，主要是因为虽然羽球对于敏捷、手眼协调、分析能力的要求很高，但是对于勇气、胆量、耐久力、强度却被评得很低分了。举重呢，就属于强度、力量很高的项目，但也因为手眼协调、分析能力的要求很低，所以被排在了第44名。那大家知道，在2016年的巴西奥运，哪一个项目是被评比为最困难的运动项目吗？答案是拳击。拳击对于勇气、胆量、耐久力要求极高，所以拿下了非常高的综合评比。那么还有一些项目呢，也是需要极高的勇气以及胆量哦。大家猜看看是哪些项目啊？有勇气与胆量。没错。我有一个想法，我觉得应该是滑雪嘛，这种要有速度与激情的这种运动项目，好像就是滑雪才有的。而且还有一个项目叫做高台滑雪，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就是他从很高的地方冲到一个高台，然后飞出去，然后看他可以在多远的距离降落。哇，那个我觉得超可怕的，你知道吗？高台滑雪啊，跟滑雪的勇气都被评比非常非常的高分哦。所以呢，像是体操、跳水，还有冬季奥运才会出现的高山滑雪、跳台滑雪等等的呢，它对于勇气、胆量的
评比也是非常的高。好的，那我们现在呢就来公布2020年东京奥运呢被专家们评比为最困难的三个运动项目。那其中一项呢就是游泳。游泳这个项目呢在这次的奥运被评为最困难的三大运动项目之一，其实也是令我非常的意外。毕竟游泳对于许多人来说算是一个温和舒适惬意的运动，但当游泳牵涉到竞速层面时呢，那是一个截然不同的领域。前职业水球运动员泰特博士呢分享过，游泳它困难的地方在于它是一个感官剥夺运动。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在水中呢会处在一个与外界刺激高度隔绝的状态，声音的刺激、视觉的刺激、触觉的刺激通通被排除。运动员呢在那个充满高张力的泳池内是听不到或是看不到太多周遭的事物，所以选手们就必须凭借着经验在短短的几秒内产生爆发力，从跳水时的技术、比赛时转身的流畅度和冲刺的加速力。那这些呢都是要做到精准的掌控零失误，那是需要无数次的练习啊才能提升那一点点零点几秒的成绩哦。哦，刚说到这个游泳，你之前不是有和台湾金牌女子运动员挑战过这个游泳的这个蝶式还有自由式？哦，你说丁妹吗？没错，那个时候一蹬墙哦就被甩在大老远，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个影片。像是游泳、跑步、竞速、自行车等等的，往往比赛到最后的成绩呢大概都只差个零点几秒，然后就分出胜负。第二个被评比为2020东京奥运最困难的三个项目之一的呢就是体操。哦，如果给我一票要投的话，我绝对会投给体操这个项目。体操呢是在众多专家眼中被视为最难的运动项目之一。体操运动员呢需要掌握上肢和下肢的平衡，身体素质、力量、柔韧性，必须同时做到耐力、爆发力、力量以及敏捷、手眼协调等等，更别说还需要具备相当大的胆量、极高的技术和精神力，才能达到奥运级别的伟大成就。体操这个运动项目呢存在着极高的风险，就连世界顶尖的体操选手呢都曾经表示过，就连他们无数次的训练都没有信心能在赛场上做到零失误的操作。有看体操比赛的观众们呢应该都知道，哪怕只是一点点小小的差错都有可能造成极大的失误。在精神上面呢，体操运动员们需要极度的专注力才能进行这项危险的特技表演，就像他们摔倒之后呢，也要马上起身，摆出一个完美的 pose， 露出灿烂的微笑。如果能够让我选择从小专注训练一个项目，并且能站上奥运舞台的话呢，我会选择体操，一个把力与美训练到极致的项目。好的，那么来到了最后一个被评比为最困难的奥运运动项目的三项之一呢，就是水球。水球被评为最费力的奥运会项目，是以一队六名游泳运动员外加一名守门员在场上进行8分钟4回合的比赛。就像足球射门一样，选手们必须将球射入对方的球框内，把暖身以及暂停时间算一算加一加的话，一回合将近10分钟的比赛，哦，这还不算上平局的加赛时间哦。选手们必须在一个将近2米深的泳池内不断的踩水，保持游动的状态，来让自己浮出水面，不能站立在水中。光是要做到这件事情呢，就得花费大量的体力，更别说你还要在水面做到很多爆发力来跃出水面、射门、拦截以及在水面控球、冲刺等等的。其实一直以来，水球就经常在最困难的运动中名列前茅。根据许多参数综合评比，将其宣布为史上最艰难的运动。对于力量、耐力、爆发力、速度、敏捷性、技巧、手眼协调、身体素质、战术运用等等的要求都非常的高。有氧与无氧之间的不断切换，那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哦。所以说呢，水球真的可以说是一个又累又久又危险的一项运动。运动员呢，要像冰球和足球选手一样，有许多肢体的碰撞，同时又要努力不接触地面、不呛水，还要保持思路清晰，运用战术进攻得分。如果要让我呢在水中踩水，可能1分钟的话呢，我脑袋应该就一片空白了。在 Noom
工作的教练兼运动生理学家南迪尼科林斯告诉 Insider， 水球是鲁莽且放纵的比赛，它远比观众想象的更为暴力。一个是游泳，一个是水球，没想到最难的前三名里面有两个都是在水下的。对，其实我对水球这个运动不是很了解，但是在做这次的议题呢，我看了很多水球的比赛，然后我发现真的是超困难。你知道他们在水里面那个脚在那边扭，就是水面上你看不出来，你看起来他们好像就在那边滑水，但他们是碰不到地，那他们没有办法踩到地板，他们要怎么跃出水面？你有想过这有多难吗？所以是要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推力，对，挤出来。对，他们的脚就像章鱼一样在水面一直咬，然后瞬间可以把自己跃出水面去拦截或者去做射门的动作。像我们想象，我们可能就觉得，我们应该就是踩在那个游泳池的地板上面，然后直接一蹬就可以跳出来。但是你去没有办法踩到地面的水那种深度，你去试看看，你要怎么样冲出水面？很困难，非常困难。所以刚刚那个专家说的鲁莽又暴力，就是指这个吗？他指的暴力还有一项是，就是像很多运动项目，它是需要很大的肢体碰撞，那很多都游走在模糊地带，就是要么被吹犯规嘛。但是你要怎么样在不犯规的状态下呢，去做到这些肢体碰撞？就我看到他们有很多抢球啊，干嘛？就选手会被压到水里面，是啊，对，而且压到水面可能两秒钟他才起来，然后我想说哇，因为你无氧的时候，你在抢球的过程一定非常激烈，会运用到很多无氧系统，无氧系统就会非常想要大口吸气，那如果你又被撞到水里面，哇，常常是很缺氧的状态。除了感官被剥夺之外，连呼吸都要被剥夺。以上三个项目呢，就是这次2020东京奥运美国商业娱乐新闻网站 Insider 邀请多位运动医学专家就自己的专业领域，透过各种综合评估挑选出来的三种最困难的奥运运动项目。不晓得你所喜爱的奥运运动项目有没有上榜呢？或是你有什么不一样的想法？你觉得最困难的项目应该是这些啊之类的，都可以在影片下方的留言跟大家讨论哦。好，那今天的影片呢就先到这边，我是健人盖，下次见，拜拜。